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是要组装森宝积木的圆满古蒙杯，代号是611062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内容物的部分。第一个内容物的话是有说明书一张，以及三包积木。那一下我们就开始来组装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组装果实的部分，因为果实的颗粒比较多，而且都是重复的，所以组装起来会比较多一点耐心来去做组装。已经来到最后一步了，接下来我们来将树干的部分一步一步把它装上去吧。这组积木组起来很好看哦，尤其橘子具有大吉大利的含义，不管是送人或摆放在自己的桌上，都是很棒的装饰。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圆满古蒙杯积木，谢谢大家。